这幅也是之前在老师的画室学画的时候留下来的。那时候很喜欢，就是写一些有的没的东西，然后就投投稿这样。那么现在比较少，就是这些画，就是练习还练习的习作，然后还把它留着这样。后来自己没事的时候，也会用色铅笔呀，或者是有颜色的圆珠笔，然后自己慢慢勾勒这样子，就是不同的花的形态。那时候的笔名这样。